你看，玉米呢？哈，你看，2个礼拜了吗？那还没有2个礼拜满呢，长这么大了。这树苗还是很密呢，不是很离得很远呢。也是有的也很密啊，有的大概你看距离5公分，也有的10公分，有的十几公分，大概10公分就够了。这是乳牛要用的那个玉米。